119集隐藏任务修理练习用牧人任务奖励负重加100。先在科拉佩达的高地大师那边把练习用牧人打坏，高地大师就会很无奈的要你去找材料修理。材料：坚硬的木块，在奈普里塔斯悬崖达比兰特获得，要5个。麻绳，在泰内花园打潘图弓箭手获得。再按 V 合成稻草人就可以回去交任了。任务奖励负重加100。以上由 Google 姐姐配音，谢谢收看。PS， 科拉佩达的圣殿骑士大师在你达到一定等级后跟他对话会获得130等级一步一脚印的收集任务，到祈愿森林打100只怪再回来交任，就可获得负重加100的奖励。